这五年，教育部乡村振兴重大课题组组长兼首席专家张立响教授给我们做精彩演讲。张教授在吗？啊，教授好，教授能听得见吗？教授能听得见吗？不对，是不是休息了吗？哎，对，那个张教授，出来活动一下。张教授可能现在还不在会场，他在正在进入会场啊。